校长啊、老师，还有学生的家长，还有各位同学，大家早，大家好，会长好。首先呢、我要代表我们毕业生的家长跟各位老师说声谢谢。因为哈、这六年来，你们把我们的孩子当作心肝宝贝在疼。刚开始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，也许说是哭哭啼啼的，可是你看他们现在，有的会拉小提琴，唱歌唱得越来越好，射箭也射得越来越准。不止这样，他们还常常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种的比赛和表演，而且都有非常好的成绩。这个真的都是要感谢老师还有校长他们的栽培，真的谢谢你们老师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同学说的，就是这六年来，你们都非常的努力在学习，所以你们今天能够顺利的毕业。未来可能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可是你们一定要把老师平日所教给你们的，记在心里，然后心存一个感恩的心。接受永远会以你们为荣。好，以上是我会怎么想跟你们说的。那接下来我还要代表桃园市高中小家长会长协会来告诉同学，将来你们有能力了，一定要回来学校，一样帮助你们的学弟学妹们，帮助学校。我本身也是介寿国小毕业，介寿国中毕业。虽然外面的世界非常的美好，可是我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留在自己的家乡，跟你们家乡是一样，就是复兴乡，要来回馈，来帮助我们家乡更好。好，最后我要祝福各位同学鹏程万里，然后今天来的嘉宾心想事成，谢谢大家。